姐，我还没练，没关系啊。我完全，对，凯西姐呢是去迁就我，跟我一起唱 Creep。我是真想唱 Creep。你想唱 Creep？ 因为我想弹吉他。我喜欢霓虹甜心。本身我也觉得这首歌还挺好听。那你怎样？这首歌如果真的要翻唱的话，其实要很多设计，你没有很多时间设计，那这首歌是不是？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去参加挑战。你参，然后别人不要你，你不要回来我身边，我真的，你这根本没有心去问我想要唱什么歌。那你去挑战。我不去就。那你去，因为我想跟你唱。我不是一定不陪你唱，你给我一晚上，我考虑考虑。你们打算都要坚持自己的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坚持了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一次已经唱到我想唱的，然后他也很可怜，因为他第一轮都没得唱。不要再说了，姐，我不可怜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值了。那首是一首好歌，我本人的顾虑就是刚学，没什么时间彩排。demo 编曲也不熟，